八月，父爱如风的季节，每个孩子都是上天挑选给父母最特别的礼物。是没事。在教养的路上，如何缝补现实与理想间的裂缝？동구야，爱是唯一的答案。머리나쁘지만동네에서제일착해요。拿掉期待的滤镜，接纳孩子原有的样貌，才能真正看见本质的美好。우리아들최고야！大爱影展与您一起，心里感受父亲无条件的支持。